点心边，我困也困袂去，起起落落，反反复复的暗暝。阴暗的身边，双人陪欠一暝，是你，是你。今日我的世界，多像遥远的天边，已经习惯你的美，才会看见拢是你。只是正话，吃这来了，来，我要不管了。我不应该，我不应该，滚！江豪，你出去好。
即马人伫病院昏迷，还袂清醒。你当可怜啊？他拄好才望到江浩，伊过身尔，哪可能江浩伊就出这？干哪？我拜托你，敢袂当安排我去病院去看阮某？嘉良，你想嘛知影？即马所有警察一定伫病院等你啊！你是安怎过啊？不是啊，刚到的。刚好今晚受伤倒在病院里啊，我一人在家，我哪可能安心啦？既然有我望到伊，就代表讲我阿公某是热心的。拜托的，就算是我求你好不好？我求你，让伊靠家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你先把这里给断，我来去忙。多谢你。哦，我是要来看江江好了，阿顺说带一位道士来替伊念经为记号啊。念经，够水安尼？啊，这是家乡的意思，我希望恁能顺着。比如说，你出来拄好了，你把这警察先生解释清楚，是不是你要我找一个道士？过来替江浩念经，希望江浩能赶紧好起来。是啊，阿叔啊，麻烦你哦，紧紧阮查囝，来来来，咱先入来，先入来，等一下。警察先生啊，阿无是安那啦，我请阮通哥哦，请一个师傅啊，啊来甲阮江浩加持一下，安尼嘛要经过恁同意哦。是啦，我不是那個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讲，这是家父病房，你想要哪都无请可以。隔离衣内底都有啊，我你边内底换就好啊。叔啊，我你边内底换隔离哈。一个人，敢是个？只发生这种代志，恁弟家最近是在惊什么云啊？好事未来，歹事未断，那是要衰到什么时阵啊？这不是意外，江浩不是这真的无势力的人，是有人故意要伤害伊，一定是我赶快出头，唔只四个，敢若开玩笑，去连累着我身躯边。是的，我以后拢知影讲我想要做啥就做啥，你拢无条件支持我，你给予我一个这么自私的红线，我想管你拖累你，我这红线我只要做到够失败，我真的感觉我够计较。像我讲，只要赢的精神啊，安尼较无问题啊。我刚才的精神啊，你不要无代志，那我真正话袂落。小飞，提前醒，
我哪有可能出国跟你帮忙管的？我受伤，你哪会千万无法度跟我斗相共？我唔惊你叫警察抓去，我惊的是，一定比你阿丈的伤你。只是啊，阮阿妈无咱的别条解我，这就表示讲我一定个平安无代志啊。我是讲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民工，人是民跳背书哦。啊，你都为哪会出事？想不是安尼？真正是安尼咩？我卖哭了，爱哭鬼，真正。人咧讲啦，风水轮流转。只要我都度过这个，能耍来偌济，对我做回路。你看，我这么偌济，阮老婆呢听着我，俺们讲等做回路也偌济，伊大波细鱼拢会买惨伊，到时阵也出凄惨的。在李大嫂的病房，只要我通报，伊就叫人抓起来。周小军讲了无唔对，只要大哥无伫咧，我只要我都出头天。今麦出国，但是变个更加复杂。而且所来计划我已经计划好啊。放心，真正参照新民所讲的，但是越来越好。你只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就好，知无？小亮，我看是莫留伫遮伤久啊。拄一礼拜哦，唔知是毋是有人甲伊认出来，还是赶紧离开遮较好啦，较安全，见。多吃一寡，佮家己要食较肥的，等我回来。是讲等我回来了后，要看一个白白胖胖的江江豪。我是无想要看一只瘦甘那黑皮的江江豪，知无？我会佮家己吃个白色一只，白白胖胖的大白虾。我会记。
心啦、啊，原谅我，吃最好的，我一定会做平安脱身的，知道你两个做事见着面啊，莫哭啦，一定有贵人来给你托三个，绝对平安无代志。高宇对我真正好，是蔡雪娇伊对不起我，伊利用我，袂用的，我变个出袂过，我做袂到。刚刚，多谢你啊！可能无聊，我心情哦，继续平静的。多谢你安排。正好今仔你过来看的，都是精神，有影是让我安心。安尼一定安心啊！嗯，咱今日回家。我已经放消息出去啊，从媒体甲江江豪的面前讲了更加严重。李佳亮这么秀过，伊绝对会出现的。我唔是叫你安排，甲人顾好，你讲安排好啊？啊，若无李佳亮这么啊巧，甲人靠警察是无可能甲伊抓到的。我拢安排好啊，周小姐，你放心。我唔是叫你安排，甲人顾好，你讲安排好啊？啊，若无李佳亮这么啊巧，甲人靠警察是无可能甲伊抓到的。我拢安排好啊，周小姐，你放心。什么状况？你话来不知。这帮我救你啊！对啦，你看完江浩心情较稳定无？有啦，咱先放下，咱先不要聊这个啊。我甲队长，我相信你是无辜的，但不过你辛苦我明出兵，所以队长一定要安排保护你。这全无我讲，英雄姐真安那裁判拢要去骂他，你想伊敢骂他伊？伊嘛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多谢。不用客气啦，算起咱嘛是老朋友啊。啊，你有阁啥无熟的表哥，我阁爱听你。你放心啦，我相信你的原谅一定要洗清。小我是安尼啦，我即阵也希望讲，我身躯边的人，卖阁因为我去受到任何伤害。那安尼，咱来帮你查出真相，千万袂当失职。好，卖讲我知影你离开家。再来，你有听到周小金，他都我来当司法员。周小姐，来，这个所在哦是江大替我找的，附近无多什么人，真安全。是讲志全、小新、多谢恁，多谢恁真心的话。
你这个通缉犯，敢带警察来你秘密的所在，阮才感谢你的信任才对。无啦，讲实在，我甲小安拢认为这件代志有问题。这个陈俊南虽然害你甲恁丈母陷入官说风波，但是我认为，就算讲你对陈俊南搁较不满，也无应该甲杀。是啦，我是经过判断，才认为你是无辜的，绝对不是靠高进来的。是讲你阿聊到三工，到时我真正去用抓到，你咪出代志。所以啊，恁尽量离我较远的啦。若是讲今日哦，恁愿意让我去看阮某，我就真感谢恁啦。这你唔免烦恼啦，阮是做警察的，假使阮的事法拢无法度判断，安尼阮敢有资格做警察？搁再讲啊，若是真正去用查到，加叫我着开一间餐厅，替陈红顾店，安尼哦，上无良心嘛，搁会得过。就是啊，我嘛真感谢你体谅阮的心情啊。好啦，无恁先讲，我出去办公安尼较安全。多谢你啊。嘉亮，其实我有讨论过这件代志，我认为江浩仪今仔出车祸是去陷害设计。对，啊，为啥你讲？迄司机毋是因为酒驾？经过阮的调查，迄个司机平常是根本就无咧啉酒。伊乃无缘无故在日时在啉酒醉，而且佫超过出去开车。还佫出代志之前，伊的户头汇一大笔钱，这敢毋是足奇怪？是讲人恁就已经抓着啊？敢无问在啥？靠咱问的拢歹承认，所以即马佮咱当继续解释啊。这个代志若想要查清楚，可能佫需要一点仔时间。还佫有啦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陈俊南伊无死，无死。嗯，阮条尾讲出无死的消息，是为着要保护伊，较免有人继续对伊出手。伊即马人还搁在昏迷，干来咱希望赶紧清醒，安尼咱才能问出真相。迄天我去到现场的时阵，陈医师人都已经倒伫遐，规身骨拢是血啊！可是我打电话哦，替伊叫救护车来啦。不过又甲我讲，害人就是周小静。周小金，周小金的情况真正足恶毒的。阮帮的陈俊南确实是对的，但阮若真正是伊，伊绝对袂这么简单就放你煞。伊就知影讲我一定去看阮某，所以他拄仔毋才故意在电影在等我的。为什么开始咱较细腻嘞？咱较有耐心嘞，等你家己露出马脚，安尼咱才有机会找到证据解掠去。你看周小金。要给我朱辉楼。迄天我敲完电话叫救护车了后，朱辉楼人就随出现啦，讲我是杀人凶手，警察嘛随到位啊，哪有可能这么巧合啊？这根本就是两个故意要设计陷害我。这两个实在够恶毒，够够卑鄙。这嘛较惊哦，是朱辉楼会利用媒体哦，要来打击，互恁压力。而且，这代志也真正就成烦。我咧讲，我阿公阿妈因就知影，一定是烦恼的。而且我咧继续逼落去，嘛不是办法。别个，我来改变我的做法啦。那安尼怕什么样来做？都会走秀。什么意思？你想看麦？我都证明我清白的证据，全部拢来看守所来。我要入去内面去找迄弄着阮某的司机，甲代志嘛搞清楚。另外，小谢，我需要你帮我到场看，去查陈医师的通联记录。我相信，伊私底下一定有甲周小静有联络的。哎，安警官，甲我搞起。甲生活用品款款的，重要的证件会给你提。其他的要新的就好。今仔日是最后一个回来，以后就唔免阁回来啊。我知啦，以后我无必要来啊。再一个唔是外厝。我陪你去。免啦啦，
啊，巧玲啊，即摆应该伫咧处理，伊若是看到你，一定会完啦，莫甲你做麻烦啦。我物件收收就落来，大家吼，莫讲遐尼侪包。好啊，我伫遮等你。买一间厝给你住，啊，不过等我赚大钱，我一定要让你无后顾之忧去国外进修，嘛我来让你完成梦想。这几年哦，若是无你的陪伴，我无可能有今仔日。阿什嘛，我终身受用于甲你照顾。巧玲，你敢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来甲你听上，给我。淑珍，你一定是因为一时受了伤侪打击。才变到这尼啊惊吓，想要赶紧找到一个通甲家己斗相共的人。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会等你冷静下来，你就会知影，咱这个家才是上重要的。等下台湾明天。阿妈婆已经是亲人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袂离开对方的身躯边啊，敢毋是？小珍，我伫甲你讲话，你有听到无？我有听到啦。你有听到？那你想要白回答我？代志拢已经安尼啊，阁有啥物好讲的？你会当指责我、怨妇啊、讨厌啊，不过我还是一句话啦，念着人。我无爱唔着人，而且我嘛袂怨恨你，因为咱是亲人。我知影你会安尼，我才无想要继续讲落去。即摆囡仔才够话话，要提条真简单啊，嘛别有啥物好疑证。你为着要甲我拔掉，硬要甲伊留落来，安尼你痛苦，囡仔嘛痛苦嘛。我遐医学参考书啊，你都要淡掉啦。我无可能当去做医生啊。我留伫个遮物件，嘛凊彩你要安怎处理？对啦。我回一寡钱给你啊，在咱的共同户头里面。只要你莫来找我，我会继续给你钱，会让你过生活，一直到你讲你无需要为止。
是用钱来应付哦。用钱，我给囡仔提条是无？那安尼，你认为我对你的爱价值偌济？我捌相信过的未来，佫价值偌济？无，你想要我安怎啦？我已经尽量找一个袂去伤害到你的方式来分手啊！啊，你偏偏遐尼啊固执，安尼对大家拢无好嘛！我甲你讲过啊，我真感激你对我的付出，也毋过你袂当提出来逼我。若是安尼，我甘愿当初就甲你无熟识，无得靠我即马较自由咧。真正想袂到，有一天你会安尼跟我讲话，是安怎你会当这绝情，这尔冷静，敢讲我的痛苦，都袂去刺激着你，你一点仔都袂唔甘。我是一个外科医生啊，外科医生上重要的训练，就是爱紧紧着爱做决定啊。应该截肢就爱截肢，应该要摘除器官就要摘除器官呐、啊。巧玲啊，我即摆已经决定要放弃咱的感情啊，我就袂丢丢。你根本就无了解我，咱继续安尼做伙啊，嘛袂幸福。跟你做伙就是我的幸福，咱做伙这么久的时间啊，我哪有可能无了解你？只要会当为你做的，我拢会去做，替你解决问题，帮助你的事业。我每次会当好你，我拢会想办法做到够啊！莫讲啊啦！啊，你有啥物能力？还是讲你有啥物资源？还是讲你有真多真多的财富？你拢无嘛？你嘛做袂到，就莫搁再讲种妄话啊啦！请老李。要继续开，还是要卖掉？你决定就好。阿祖，淑珍，淑珍，淑珍，我不是你会当扔掉的物件，我把我的人生都交给你啊！你这么安尼，第一是爱我，甲囡仔去死。这个世界，无一种像是记着像，都活都活落去的代志。我可跟你，把囡仔提掉，对你较好。淑珍，我等你等足久啊呢，把你物件提好啊。阿奶嫂，淑珍，你莫跟伊走，这就是你的家。你别走，守正，守正，呀，守正，守正，守正，跟你姐妹安尼走，你想做无过？我又没安尼对待我。严小姐，请你留好你家己一点仔尊严，感情用硬有的，是无可能有回去身躯边的。感情嘛，不是用买手就会当买的。只要你点头，锁针就会顶来我的身躯边。锁针，你讲，你敢要回去伊的身躯边？我已经讲了真清楚啊，小林，你莫再求我，莫安尼对待你家己，安尼无路用的嘛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你对我跟我囡仔拢无感情啊！咱做伙这尔侪年啊，你都讲过要我完成我的梦想啊。小林啊，你莫再提过去跟我拔掉啊！我不想要活在过去，我想要看到未来。
拜托你啊，把囡仔退掉，你遐尼啊固执，对囡仔的未来根本就无公平嘛。公平？你跟我讲公平？对，我为你付出，这一切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不过这个囡仔是你讲想要滴，即马你讲不爱滴就不爱滴，你这样子说你跟我讲公平？不准用你手上砍出来！你讲伊无要滴那个囡仔，那是为恁好呢。你家己望你的良心问看卖，你要滴那个囡仔，是因为你真正爱守正。阿是讲，你只是把迄囡仔放对时，把锁针拔掉的工具，迄囡仔还袂出事，你就把它当作是工具，安尼唔则是无公平。巧玲那是巴肚，伤害到巴肚内底囡仔是要安怎？洪小姐啊，你敢知影伤害有心的人，还佮有巴肚内底囡仔，迄罪过是真重。是讲起来嘛奇怪，我会记得你那这秋萍小姐，伊的个性真善良，无参求你，真哩无讲道理哦。无你是好阿妹啊，这样子管伊阿叔，就去甲好好安慰。我要跟守贞起来走。喂，东安，既然恁拢已经来啊，我就请恁吃一顿饭啦。哎，原来你是送上来啊！你这个小太妹，还藏着小恩呢，我去告你伤害啊！好啊，你去告啊！我雄心大老的监视器弄去掉，你杀我的舅妈严巧玲啊！你这么无心呢？做是为着要保护伊，唔才会动手。你要告啊，大家做伙来告啦，到时阵看谁赢。汪小姐，你误解别人的意思，佮对像你遐个残忍，面前自己拢讲袂过，你尽情对付周小姐。又唔过你即摆所做的行为，佮周小姐有甚物无共？阿叔，你只佮周小姐无共款，阮是真正有感情才会做伙，你莫遐尔反感好无啦？佮再讲啊。我处理我跟小林的关系嘛，也不过伊无给我机会啊，遐尔啊坚持，我是真正无法度才会做这种选择的嘛。小林坚持有啥物唔对？刚刚事事行行都顺利，这叫做沟通。小林坚持是对的，因为你无资格讲切就切，讲歪囡仔就歪囡仔，你更加无资格为了你的前途去伤害别人。彩燕姐，因两个就已经无感情啊，继续做伙到底是为着啥？守贞欠巧玲的人情，还够青春，我跟守贞会做伙行医，安尼唔才是解决问题。什么解决问题？这摆问题上大的人是你。进前守贞的确有拄着事业难关，要不都是因为你，把一个受挫者的好人，变成是一个为着家己前途的歹人。守贞今日变到这样恶质，都是因为你。好啊，家己吼嘛讲袂通。继续吵落去，嘛是无共识。阿姊啊，我的人生是我的，你做啥物，我家己当决定，你莫阁管啊啦。好，守贞，莫阁讲啊，咱回去华山。守贞，卡出来一只离开家，迄就表示你无想要离我这个阿姊啊。
深的热恋的滋味，有一份爱情。小林，来啦，进厝休息。雨禾，拄才买的汤拢徛伫破掉啊，实在够偷嘴。嗯，对吼，啊，真正有够偷嘴。啊，我拄才应该提盆甲因破，唔才对。小林，你好好照顾家己身体啦。你现在的心情阿姊完全能体会，是的啦，是阮罗家对不起你。唉，两个人会当互相依赖，那是我娘好的代志。世间男女常常为了感情的代志，不要这么歹看。但我真正想无呢，竟然有人为了名利放弃家己的爱情，真正有够戆的。爸甲阿姑哦，因两个根本拢白啦，因两个拢变啊，看因变到安尼哦，害我拢开始怀疑，是毋是所有查甫人拢是安尼？雨禾，先莫讲遮个啦。巧玲，阿姐想要问你，你敢真正要甲这个囡仔生落来，还是你只是感觉这个囡仔会当阿嫂孙，感觉你的身躯边？也想要这个囡仔，我会当感觉，伊在我的巴肚内底，睏起足安心、足平静的。外口的世界发生什么代志，伊拢唔知影。伊这么安心，这么快乐，我哪会忍心袂滴？我就算拼死命，我也要好好保护伊。也毋过，你甲这个囡仔生落来，你会出辛苦的。要照顾一个囡仔，你的人生会有一半拢是家己的啊！你敢想清楚？别讲是一半，就算全部的人生拢毋是我家己的，我嘛会好好照顾这个囡仔。好啦，看你这么坚定。阿姊一定会改到三工，有我甲雨禾，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，嘛会陪伴这个囡仔大汉。伊啥物都袂欠，但那有阮对伊满满的爱。是啦，每一个囡仔来到这个世间，拢有伊的意义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我相信这个囡仔有恁大家对伊的爱，一定过了真好。所以巧玲，你无需要失志，也无需要烦恼。对啦，巧玲姐，你就勇敢些落来，宝宝已经从母性啊。唉，无参像我，妈辛辛苦苦把我生落来，饲到这大汉，是安怎我爱细猪啊？明天哦，我一定要去户政事务所改写，我不要对阮爸写。雨禾。你即摆心情无稳定，我真烦恼你一个人住伫遮呢。要不安尼啦，你搬来跟我同齐住好不好？不要紧啦，我一个人住嘛用的。阿姊，我足忝的，想要休困啊。你先回去好不好？巧玲姐，你一个人真正无问题吗？放心嘛，为了这个囡仔，我会坚强，不要白想。好啦，无你先休困啦，到晚我再找一寡食来看你，你先困一下哈。
强，爱好我照顾身体，爱好囡仔一个安稳的家，我爱坚强。就是我笔记内面秘密事故。啊，你不是讲什么拢无做，想怎要走？啊，就算要走，哪会搁出来投案？就因为我是无辜的，所以我唔才需要走啊。我们想讲呐，要找到我都证明家己清白的证据，才出来投案。不过你看，我身躯别人受到牵连啊，恁所有人今麦搁倒咧病院啊，为着保佑我身躯别人搁受到任何的牵连，受到伤害。我们就决定，我们出来投案。我的命运交我所管。嘛是啦，无你直直走路嘛不是办法，无法度到厝内底人联络，大家都烦恼到袂食袂困。今嘛直接看到你人好好，大家嘛较安心。哦，不简单呢，这么关心我。哎，宝宝，那这边我走路就要走有几单啦。哎呦，我什么时阵搁咧讲生笑？其实这人出来投案是正确的选择，啊，若无，若是去八号分局通缉的犯人，警方要围捕拢是荷枪实弹。万一过程中擦枪走火，为着要证明家己清白，上来受伤，还得真正有冤枉嘛？哎，小拜托，我敢唔参与你讲这虚哦。哥，你放心啦，今麦敢那有厝海路那边的证据，证明讲你有杀人动机。不过，无初步证据，会当讲证明讲你有杀过人。所以相信我讲话袂遮尼简单判你的刑啦，我来过时间会当替你平反。我相信顾律师啦，法律代志都交顾律师。顾律师，这条官司就麻烦你啦。冇问题。林家亮啊，你真正是想过天真啊？冇唔对啦，那是一个好的律师，确实会当保庇你合家平安。按古人咧讲，新鲜无救无命客。参照你这款杀人犯啊，若想要全身而退，这确实是比登天搁较困难。崔老，讲话你嘛厉害咧，做真正是做歹代志，拢唔惊有报应啊！啊，若要讲有报应，我一定排在你后边。我真正感觉天公伯安尼安排啊是对的。参照你的心肝这尼啊大，搁这尼啊小贪着。更唔知家己几娘当的这款人，真正是无适合活在这世间。你讲阮哥心肝大，应该就是讲伊要甲你抢一料大位吧？错的咯，这应该是你甲朱小军挑过设计，要来含阮哥的对吧？这话是唔通胡白讲。我今仔是以证人的这个身份来出庭的啊，安尼算起来，我嘛是一个路见不平的好市民。你唔通安尼甘愧无天啦！我是一个公众人物哦，我是会当告你妨碍名誉啊！哥，你做你去告啊，是唔是有错？你家己知怎的？当然啦，恁免来惊我告，恁李家的人拢共款嘛，老爸李义龙、关说、蔡雪娇挪用公款，李家亮。杀人犯，哎呦，哦，安尼算起来是犯罪家族呢吼。啊，恁所老的这拢是罪犯的基因嘛。啊，你家真正是可怜啊。啊，即马所老的拢是老弱妇孺呢，规寮的猪啊要杀的，无一只悲哀啊。我是讲啥呗？阿能慢慢毛放，做伙咯。卖听准讲你个周小军所做的歹代志，无人会知影。总一天，我贴乎恁见一过。
李议员，就算你想要跟我拼，也应该先走出这个笼子来。我现在是要送你去跟你的老爸啊，跟你的阿姨做家庭聚会呢。啊，你无加感谢啊，甚至对我安尼歹亲情，安尼敢对？哥，卖插鼻啦！那有一款人影响到家己心情。是的，佳亮，等我轮到证明你的清白，咱再来看这个人哦，感觉这么红声。讲到家己嘛不对啦，小家己无注意，唔叫朱慧罗迄个周小金，我都是给安排过。好了，佳敏，爸爸，你来去。我无伫的这段时间，你家都要靠你来啊，知无？嗯，我知啦。佳亮哥哥，你嘛好好保重，到时候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伊。佳亮。查验到底是将我的查某囝揣倒位避起来，我去补习班嘛找无着雨禾呢，我看因根本是条故意在逼我的，真正不是款嘛。好啦好啦，我先安尼啦吼。你今天跟什么事啊？说到气不气？没啦，啊，就跟助理在讲李佳亮的事情，所以才会讲到起性地啦。你讲了烦恼李佳亮哦，伊即摆已经走路啊，嘛无在调甲你竞选院长啊，你唔免烦恼啦。啊，是啦。啊，不过即摆代志有新的变化咧，这李佳亮。他去自首啊！他走去自首，刚刚他真正走投无路啊，还是讲用心拍算？你一定是看到伊某出代志，所以才会惊到。伊若是不赶紧出面啦，安尼唔知讲伊的厝内阁有啥物人会受到牵连，伊即嘛是走投无路。照我对李佳亮的了解。伊个性这么强，我可能真简单就放弃。这个代志，李佳亮一定是第一计划下。小亮，有一件代志，我需要你替我处理。恁两个目睭未酸哦，阮家已经门神啊，无需要恁两个来做门神。有啥物话紧讲讲的，我无耐心陪恁耍。喂，
上道叔叔，我是叫你来给伊好好看的，不是叫你好好看伊啦。你唔赶紧出家哦，小妹妹，应该讲的我拢甲你妈阿哥所正讲啊。恁今妈来遮乱，嘛无法度改变啥呢？哎，做唔着代志的人，佫遮尔啊理直气壮哦。恁妈唔是讲无要伫所正这个小弟啊？啊，恁今妈佫来弄啥哈、啊？我来讨公道啊！因为你欺负乔玲姐，我看袂落去啊！我欺负伊，我只是甲严乔玲讲，只有我会当让素贞搁较好一面。我只是爱认清楚这个事实尔。我敢有对伊做啥啊？搁再讲，我公民正大追求我家己的爱情，有啥物唔对？相公只有严乔玲会当爱素贞，我就袂当爱啊！翁小姐，你嘛知影世间因果真是有道啦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强求的爱情未移，强买的水果未甜，这道理你应该知影。无你是讲煞未啊？水果市场买买着有，唔免家己买啦。我的意思是，好啊，我无想要搁听恁讲这话，恁即马搞出去，啊那无。我就报警！上道叔叔，你拄只硬呵呵，给伊两棍，哦，你哪会直接甲伊讲道理啦？玉禾，练武是强身健体，唔是要讲拼输赢的啦。我原本听准讲，我会当感化伊，想袂到伊也是坚持安尼这么不毛，唉。好好讲，伊唔听，看起来要对付这只严书记哦，爱用诶。正跟严巧莲喜帖，一定是拄只注意和应走的。严家林姐，我做对，真正是真希望。那我这时你安怎处理？没事啊，阿玉禾才几岁，根本就是一个囡仔嘛。伊可能是一时的冲动才会甲你撞地啊，你莫甲伊计较啦。我唔是要甲伊计较，为着要甲你做伙，恁姐、恁侄女、恁前女朋友，啊，搁有一个卡袂着着念经的人，轮流来甲我洗面呢。我已经尽量咧吞忍啊。恁姐讨厌我。我无甲伊计较，我阁走去替伊修理主火炉。我为着啥？因为未来咱真有可能会变作一个伙仔。啊，毋过即摆我感觉，这一切拢是我家己一厢情愿的，伊根本就无可能接受我。你哪会安尼讲话啦？啊，你甲伊无感情啊？因即摆甲巧玲较亲，本来就真正常嘛。啊，毋过时间若久，伊一定会接受的啦。因根本就无想要跟我培养感情。素贞，恁姐也比你做选择，我看你这么为难，我真正足艰苦的。我可能也是要做伙好啊。这种爱情，不是我想要得爱情。美姿啊，美姿啊，
你莫安尼好无？我一点仔时间去处理嘛，你遐尼紧就放弃，对我无公平啊！啊，什么代志无公平啊？啊，江大，罗总是讲，伊想要找时间请公司其他的主管吃饭，较袂去用讲伊是空降部队，安尼无公平啊。守正呢是一个查甫人，啊，不过心思啊，搁真了细腻，搁伊顾不着员工的情绪，袂歹啊，也是应该啦。啊，你即几天上班，要送个贴吧？哦，刚刚来，这是我大学同学贴吧啦，啊，伊叫我吼，摕予其他的同学，我才会囥遐尼侪伫我遮。原本我叫是，那是你的贴吧。杨董诶，我甲罗总若是结婚，贴吧一定会头一个放互你诶。不是啦，我意思是讲，我甲罗总联合一个结婚，阮的贴吧一定会头一个放互你。杨董诶，你的红包一定会包到尽头包着我。当然啦。是讲守正，讲起来你嘛30岁啊，若是真正有好的对象啊，你是用个考虑结婚的代志啊。哦，多谢江董的好意啊。也毋过我即嘛是拼事业的时阵，啊结婚的代志吼，是顺其自然就好啊。嗯，你家己有考虑清楚就好啦。啊，其实啊，早结婚有早结婚的好处，当然啦，缺点就是。较早失去自由啊！啊，不过换另外一个角度，你也想啦。结婚了，你有一个家庭，啊，逐天厝内面有一个人等你回去，迄嘛算是一种的幸福，敢毋是？无啥啦，我是来看卖啊，你有啥物需要无？好啦，无恁袂，我无交差。好，来，请坐。是啊，你是咧生气哦？我无承认甲你做伙，是因为我无想要江董会知影我的感情状况嘛。因为迄个我的专业一点仔关系拢无啊。你阿准讲这件代志当阮无久，恁姊阿佮严巧玲早晚会来公司闹。恁若是唔赶紧处理甲严巧玲的代志，若是有一天江董会知影，伊会安怎想？我嘛想要赶紧处理，嫌过伊什么巴肚内面我的囡仔。你家己好好想清楚，你无对伊残忍，就是对我残忍；你无法度放下你对伊的感情，就是叫我放弃。选择权在你的手头，我让你做选择。梅子，梅子啊！把陈俊南顾好，若是有啥物状况，随时汇报。是。医生，什么代志？没事，我甲平南检查一下。好。多谢。你准备送哪？哦，今晚平南。身体较弱，我来给你拍一支营养针。你即摆到底在创啊？搞烂鬼！营养针？啊，若无我提醒你化验，就知影你讲的是毋是真的啊？你莫想要骗啊！我早就知影你想要杀人灭口，所以我交咱门口口的门同事，若是看到无熟悉医护人员，或者是奇怪的人想要入来，拢莫阻挡。但是要随时甲我通报，我伫隔壁病房等你真久啊！我根本就唔知你讲啥，你搞烂鬼！你这话，等于警察就在讲，行你。你先出去，再搞我。对了。
雷朋友来找我，是不是案件有新的发展啊？我这边遇到了一个叫小六的查甫人，因为伤害陈俊仁，叫咨询查来送到警察局了。那你讲蔡啥？你崔静安，看到那个门，伊就跟他讲，一个陈俊仁有私人恩怨，你现在态度真歹，真无愿意配合。这边想我知了，一定是周小俊派去的啦。啊，敢有找到证据？今麦咱上欠的，就是直接的证据。啊，不过我有把这个叫小六的查甫人，还有肇事司机的资料拢带来。你看麦啊，内底有啥物关联，是毋是让证明你的清白？我搁咨询，来继续查其他的线索。看这个司机，伊上的交往真单纯啊。我的药，应该是欠钱才叫周小静利用的。而且小六看的，就是这种人啊。是讲这两个人还有啥物牵连？阿廖，这两个即摆关伫倒？关伫关一间看守所，还在等检察官开庭。我咧搞一间看守所。好，小心。拜托，想办法把我刷去一间看守所来呢。不哩啦，原本我就要找这个司机问代志啦，即摆当做伙问这个小廖，问出线索。小安，我当然相信嘉亮伊是清白。我知影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，你放心。我才久无跟我联络，内容打电话我。喂，瑞，啊你是安那？这么久无联络啊？阿雄门口我是雄雄想我这个老朋友。啊是啥物代志要拜托啊？这你讲无要紧。照顾这花草，我一时我都给认出来，歹势。我做事哦，拢是安尼啦，不是超过要先骗你。我再讲哦，那整理花草哦，你真简单工作呢。那时间起用那是唔对，就无好钱啊。所以有啥物要紧讲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我的花过等我照顾咧。我了解了，安尼。你敢有方便换一个所在讲？哎，你的秘密哦，我才会听到，你也未讲出去啊！你是惊啥？别啦，来宾讲啦。班长，你没得。班长，阿你专工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代志啊？我这個花圃哦，真少人知影呢，你若探听到，无简单。
是瑞，伊甲我讲的，伊叫我来这个所在找一个叫做 K 的高设计。原本我是认为讲只是拄好共名，但我想袂到，真正是你。原来你就是瑞的后生。世界阁真细呢，原来你是彩虹妈。两年，我妈专门叫你来找我，是要传达什么讯息？我敢明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跟老 K 的关系，你妈妈敢知啊？我妈平常时哦，不咧管我的代志啊，所以我跟向来往要做什么代志，我有自己的自由。哎，我就无参情啊。光辉集团遐妈宝嘞，拢三十几岁人啊，搁规工，爸爸妈妈阿姨一直咧喊。莫怪，咱交手这么久，我拢唔知影，原来你就是陆毅后生。是安尼啦，我希望你用来大通集团加斗三工，这嘛是你妈妈爱我甲你讲的代志。既然我就讲啊，我介意放牛吃草，那呢，吾妈无得替我做决定。伊希望我去，那是伊的希望。今嘛，除了有花草的所在，其他的我拢无兴趣。啊，不过根据我对你妈妈的了解啊，我讲一句话，我嘛唔惊你生气啦。你主要讲放牛吃草。问题是，甲牛绑条迄条绳啊，是落伫你妈妈手里的。啊，伊的个性真了强势。伊从大通集团原本伫个文昌甲阿宝名下另外迄20%的股份啊，拢买落，而且伊是用你的名买的。伊用我做人头，阮妈竟然无甲我参详。唉，我无讲嘛，收人头费就袂歹啊，伊可要指数啊？是指数是栽培啊，得看你家己安怎想啦。啊，不过既然伊拢亲嘴，甲我拜托啊，我也是希望你用个答应，你就来带动起头啦。干妈，你的建议哦，我也放在心内啦。啊，不过。要去还是不爱去？等时机到啊，咱再来讲。哦，这亲像种花同款啊，时机到啊，那花自然会开。啊，若无，你施再多肥也没有用。好啦，为着伊的意思，我已经转达给你知影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啊。我先甲你讲个白啦，除了瑞伊甲拜托以外，另外是我对你的能力我那真欣赏，所以我今仔日才会真心来找你。好啦，为着你考虑者，看你什么时阵想要过来，你随时拢会当过来。OK， 是咪要等我开店嘛？这拄加好诶，还阁做青诶，会当去恁那店啊？哦，那无你先放下啊，出来我载你去。好，好。好啦，无我先来。哎，稍等咧。等等来，这上你。等等来，你身躯顶哦有庙香火的味，还佫有病院药水的味，你敢知影？还佫有李家亮的味。这素心兰哦。会当掩饰所有气味，
所以你知未？那么到时警犬闻到你身躯的味，肯定不好啊。多谢你送我花啦，啊，不过有一句话我嘛要送予你。这花真水无唔对，啊，不过伊的枝叶若是天了伤开，侵入的范围伤大，看会到其他的花的成长，啊，恐吓人来提加刀，甲修修整整的，啊，若是安尼，就唔好啊。你放心，我知安怎保护自己。你是女的后生，应该见过真侪世面，所以我不少加讲。不管哪，我是希望以后咱能合作愉快。高三了。看过来客。一直在注意家亮的动静，不过不知道他是要斗三工还是要破坏，我要提高警觉。而且到底是瑞叫伊安尼做，还是伊听老客的话来处理这件代志，这嘛无多清楚，所以我一定要更加小心。一定要吃，要吃下去，囡仔才有营养。小珍，你回来啊！啊，你吃过来未？我才打电话尔，我去电话订给你哈。免的啦，我无想要吃啦。是食饭时间呢，你袂当亲像较早同款，拢无照时间食饭啊。我今日哦有煮芦笋，啊，佮有牛肉，迄拢是对于宝宝最好的物件。啊，佮有迄红烧牛肉嘛是你爱食啊。而且哦，我佮有把迄饭啊，换作是五谷饭，安尼会较健康哦。你就期间食一寡嘛，好无？讲到安尼啊，为什么你袂生气？为什么你袂输给我吃？因为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不是一个绝情的人，你只是让自己受大的压力，才会因为一时的打击，做出伤害自己、伤害身躯边人的代志。我会原谅你，等你平静，等你回头。阿刚讲，我安尼伤害你，你会当当作什么拢无发生呀？我唔是讲过啊，咱是亲人啊，亲人就算冤家，嘛有好好的一天，而且不需要任何的理由，就会当挽留对方。那阮姐也有讲过哦，讲我一世人别个再做着像你遐尼爱我，对我遐尼好的人，我承认啦，这句话是真的。小珍。受痛啊！你做自己受痛啊！我无白等，现在我爱罗小春回来啊！你回来啊！
啊，你对我的好，我拢会当感受到。也毋过，你会当害我到什么程度？甘愿意为着我牺牲一切，为着我放弃一切？你若是真正好啊，陈秋，你家己讲的遐尔爱我，你另外增加我的负担啊。趁即马较早吼，互囡仔去找别人做爸母了。你当好好过家己的生活，唔免遐尔少年，就做一个单亲妈妈，嘛唔免辛辛苦苦，且养一个无爸爸的囡仔。每次无法度接受这个囡仔的存在。你要生，去甲别人生，即马处理掉，未有啥物影响。你莫甲我的囡仔生落来，这囡仔我有一半的权利，我无爱伊来了这世上。乔英，我拜托，甲这个囡仔食落去好，食落去。是安怎？你是要做助跑姐，假车祸真诈财哦？要结婚的人呢？
不要卖伊，我把这里的订单就用这招来报复我，安尼算伤大了啦。歹势，我头早无注意到敢有车，怎样无要结婚？无要结婚？敢讲你分手啊？安尼就对啊啦，安怎来哦，就安怎去啦。出来男朋友互抢走，这嘛真正常啊。啊，不过你莫因为想袂开，就要甲别人拖落水，万一有无事你甲伊弄着，我会真麻烦的，我的心里会有阴影的。所以拜托你，以后莫这么自私，莫这么无公德心。啊，还有。迄种大波浪啊，无带咧珍惜，把人抢走，你就要放手。什么得着好伊，无得干呢，才是对你上好。这位小姐，回去爱好好反省，知无？小等咧，阁有啥物代志啊？谁在怕我？你敢有了解我？你有啥物你就讲一句话啊！请你点点，过家己的生活就好啊！喂！你讲啥事要讲唔对啊？哎，煞煞去啊！今日运气无好，小弟你要拜不过。我连那只企业家也超级，爬都爬死了。这里遐迄个就是小六。那先喏，领导平常每日刚拍球，第二只干？是要拍什么球？心情袂爽啊！都无代无志，强夹入来看，真正怪冤枉。冤枉？啊，你是咧怪冤枉啊？我讲来听听咧。啊，就想讲哦，来人的厝内底吼，摕一寡物件咧吼，啊，叫阮朋友伫咧外口甲顾咧。啊，知影讲哦，主人家转来尔，啊，连叫都无敢叫，家先闹跑，我们真正叫害死。夭寿！我来讲，咱人交朋友哦，真爱较细。讲你咧玩弄，拜托，我比你搁较玩弄好无？新闻你看无？周小晶这名不听着，我就是叫害吼，唔才叫乖啦。周小晶这个名敢若捌听过呢？啊是来甲你害？啊就去到一栋大楼边啦，看一个人倒伫遐，规身躯拢血啦。啊咱是好心替伊敲电话叫救护车呢。周小晶总，说是讲迄人是我替我一杀的，我要听伊讲啥物？只要你跟周小金合作，要替做代志啊！到后尾周小金我都来解决得了。是真的假的啊？啊，这种人想甲伊合作做代志啊？哟，这种人哦，这查某迄只真正有恐怖啊！啊！启动着江豪的司机阿水啊！阿凯，刚讲话较细声的，唔通让惊着。嘿啊！我会使恁在后边看拍球啦，我后边也无视目睭啊。啊！我拄则是烦恼阮少年的，甲你惊着，啊！你耍了当应嘴应字，啊！你真正是吐袂停的。好啊，大。人都应该咧回信的啊，你敢有变安尼啊？这无你的代志，你干什么变的？我你要变啥？大大人，啊你见人啊呢？见你阿妈啦，好死啦！我要想干嘛？没有消息啊？无啦无啦，拄啊一只家雀走入来，我叫伊落死啦！
都有人啊，家属啊！啊，你平时你就走去啊？我也想要较安稳嘞。你家庭比较注意。我弄到迄个正正好银行吗？我不担心，多谢。我刚才给打电话定位。杨阿姨啊。卖药别走，坐下。奇怪，阿丢小姐哪拢摆接我的电话啊？今嘛未打电话给我，敢会是出什么代志啦？阿弟的细汉的，敢真正会当信任的？敢莫要派人入去内底小了解一下啊？卡输伊若是乌白讲啥，咱两个就麻烦的呢。唔免啦啦，我已经有给伊一笔钱，他伊的嘴，甲伊讲叫伊莫乌白讲话，而且我嘛有甲伊讲，我会赶紧想办法甲伊搞报出来。好啦，安尼就好啦。安尼可能伊真正无迄个机会，然后敲电话出来，咱阁等看卖啊。应该是安尼啦。我想哦，伊应该是袂出袂外。啊，若无警方抓到伊的时阵，伊早就甲我警出来啊。搁再讲，我当初进前就已经有给伊一笔钱，所以这件代志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袂牵连着我。你即马处理代志真认真呢，而且头壳嘛足清楚的哦。安尼看起来，你进前迄落病已经愈来愈好吧？迄是当然的啊，你已经有替我找另外一个医生看，而且嘛有外药啊。假使我讲唔肯好，是要害你有我冤头啊。搁再讲啊，我进前是因为受到罗彩燕的刺激，唔才会破病。即马伊离开你啊，我当然愈来愈好啊。看到你即马咧渐渐好起来，我真正都心安啦。我想要请问，我户头内底那点毛钱？哦，我的
张尚石，你给我想，我账号可以冻结。罗彩燕今嘛一定是气个噗噗跳，伊应该的啦，才叫伊将我的查某囝啊，带去离家出走，后面啊可能还伫外口逍遥，我绝对袂爱好食困的啦。你今嘛甲伊的户头冻结啊，伊无钱就必无脸啊。搁再讲啦，伊原本就无谋生的能力，最近哦一定会感受到生活的压力。到时阵就算讲，伊无想要甲雨禾交出来，嘛不易嘞。我早都甲伊警告过啊，卖逼我下动手，伊就是无要甲信道啊。我即届就是要让伊知影，我朱慧茹绝对唔是会当让伊受威胁的当家的。你早就应该安尼做啊，想叫伊这尔可恶啊？知影你有孝，又搁疼惜查某囝，所以就想要利用恁妈，啊，搁恁查某囝来甲你拔掉的。伊根本就无甲你看在眼内，即马你着等伊来向你回信嘞，然后甲雨禾交出来，你会当叫伊卖过来搅扰恁一家伙啊。喂。跟我的账户冻结，那里面都是我家己的钱呢，你是凭什么在走啊？才叫你要将我的查某囝收带走，啊？唔接我的电话嘛？走法约啊？搁使让我的查某囝跟我比收出来？那是我的查某囝，就算我做了更加歹，我甲伊嘛是有血缘的关系啊。但是你将伊带歹。啊，无我甲伊关系，免哪可能这么紧张。雨禾已经大学要毕业了，伊早都安甲你分配是非啊，是你甲伊做了受超过，伊才会歹插你。你哪有办法好好监督你家己啊？我接你的电话，不是要听你念经的啊。罗彩燕，你即马甲听清楚哦，你上好紧将雨禾甲带回来，啊那无，我唔那要冻结你的户头，我要断你所有的路。到时阵啊，你画天画地，拢无物件会甲你用。朱华路，你咪想超过啊？这拢是你逼我做的。莫讲我无代念着咱的旧情，我已经给你真侪机会啊。但是你一摆搁一摆咧试验我的耐心。安尼真好，我无时间甲你搭理。你惹着我朱华路，安尼你的下场就是凄惨落魄。朱华路，朱华路。学长，卖生气啊，啉一杯茶吼。我即马就是要让伊感受一下，啊，惹着我朱慧茹，就是这款的下场啦。啊，不过无得卡，人根本就无要无紧的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有啥物话你讲无要紧。啊！不过我今日坐落来，我要讲的话，会去刺激到你。莫紧莫紧，什么话你讲？顶届咱不是看到罗彩燕跟另外一个查甫人伫个公园约会相片？我看伊两个人感情这么好，而且互动又搁这么自然，应该是早就有识识啊。
啊，你讲着罗彩燕甲伊迄个客兄的代志是要创啥啦？我着知影，我讲着这件代志，你一定会无欢喜啊。啊，不过为着你好，我赶快讲啊。我咧怀疑，因两个人早就开始咧交往啊。你唔是讲罗彩燕进前就欠的，是安那即马伊的户头才互人冻结，伊就随敲电话互你啊。我咧想，一定是因为伊有提钱饲个小白脸，所以即马无钱啊，唔才会这尼啊紧张。我对靠因两个人早就拍算想查走啊，啊那无罗彩燕无转去下港，伫个台北是住伫个倒位，一定是甲迄个查甫人做伙。罗彩燕敢反背我，我们还心不如心。学长，你不是讲你爱的是我？你对罗彩燕早就不感情啊？是安怎？你知影？伊对不起你，你怎尼啊生气啊？哦，无，不是，不是，我对罗彩燕伊的情愫，我不是万多呢。卡叔讲，那是你对不起我，我才会感觉心疼。我甚至规个臭痛，我拢该忍了了。但是我甲罗彩燕还是无共款的，我对伊无爱，我甚至看到伊我的冰棒呢。我即摆我也这样生气，迄行为，伊给我钱去吃小狼狗。好啦，看起来我若无好好修理迄小狼狗，你是袂透气的。那安尼，你就赶紧动用你的关系，把因两个人找出来啊！然后上演一出大老公的复仇，给因看。这罗彩燕一定是你阿无钱，甲查公伊的户头去，我冻结起来啊！安尼正好，我就叫 Stacy 去动用所有的关系，把沿路的监视器全部拢调出来。安尼我正紧。会当知影伊的行踪啊！对啦，我听讲迄个小狼狗叫做 Chris， 是一个业余摄影师。你会当叫 Stacy 为迄方面去找。另外，我嘛会叫杜薇薇去补习班附近追踪如何？你怎么在讲啥？你要叫迄个白目的杜薇薇？你去对雨禾，放心啦。虽然讲杜薇薇就两公诶，啊，不过雨禾这尼啊单纯，伊一定有才条应付。好啦，飞机雨禾的安全，才是我上要紧的。你爱甲杜薇薇讲哦，叫伊着爱将雨禾过啊好势。若是雨禾啥物事较差，我绝对会将伊拔回地草坑。放心啦，那安尼咱就分头进行哦。我嘛就期待看到你抓到罗彩燕偷食的模样，一定会出处的。哦，你若是讲卡来哦，就话我孤独啊，你知影无？是的啦，我唔是超过意外接你的电话。哎呀，你莫阁一直回失礼啦！我甲你讲，我真正就无介意一直回失礼。朋友是安尼，要处处要求对方，啥物人体谅对方。就算讲做唔对代志，嘛做伙去承担，无人参像你安尼啦，一直回失礼。好啦，我孤独小姐，就问一下，你阁拄着啥物代志？敢会当讲出来，我一个朋友替你分担一下。其实。前几天我跟我的翁起冲突，伊甚至动手拍我。啥？哇，真正不是人呢！伊对一个弱女子动手。谁讲我是弱女子啊？我嘛有反击，我嘛甲加落。水啦，做了好啦，安尼足勇敢的，水。啊，不过你敢有受伤？敢有需要我带你去看医生？你心唔通惊人讲伊啊话，所以吼，你着快去看医生。
那是掉内伤，拖着治疗的时间，安尼就唔好，你知影无？Hello， 哎，即马是有干怎？咁说，伊该看者。好啦，我带你警察局啦，咱够伊家暴啦。唔免啦啦，我无代志啦。多谢你，是你让我感觉这世间还够温暖。我本来就是讲我是阳光型男，想不到我阁是阳光暖男。啊，不过我请问一下，你愿意打电话给我，应该是有其他的代志要跟我讲对无？是啦，我想要拜托你帮我找头路。好啊，无问题，我替你注意。你哪这么紧就答应啊？我本来准讲会造成你的困扰。袂啦，那是我的困扰，会当解决你的困扰，安尼就足会好啊。是讲，我感觉你已经处理也是先莫回去好啊。你若是搁拄到恁翁婿，我感觉足危险的。放心啦，我甲雨禾已经搬来我阿姨家住啊。啊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不过你家己处理也是要注意啊。找头路的代志，我会跟你斗三工，吼。麻烦你啊。喂，雨禾。喂，妈，我拄下课啦，咱等下来去公园行行，好不？好啊，啊无咱就去楼下的公园见面哈。雨禾，你阿姨有在讲？嗯，我知影伊心情无好啦，伊伫我的面头前拢计较着。我唔只会想讲，带伊出去行行的，看伊的心情会较好袂。你唔较早讲诶，为了这甜点来互恁啊！你唔知影，甜点是坏心情克星，不过今天加了，吃笑吧笑。雨禾，挑一杯鸡蛋糕呢，我来一杯互恁食。好啊，行。你妹爱几分啊？我要三分。想袂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！我小等下才解释。绝对袂当去让伊生气，啊，若无我一定叫迄撮学生包包去做实验。阿伯，我鸡蛋糕五份。我要两分，我三分。一百啦，啊你三分哦，一百五啦，啊先把钱起来，好好。你稍等一下哈。阿良呢？哎呦，伊两个是到底倒啦？我，哎呦，惨了我。想袂到卖鸡蛋糕才好赚着，然后呢，我是安怎爱冒性命危险来爬去做小金啊？那是无钱，我都叫家人去摆摊去卖鸡蛋糕就好啊。虽然讲哦，一天干那几百块，啊，不过那是要几百块，到未来几百万呐。对对对，唔对呢，我即马爱找人，我阁有任务呢。哎呦，那两个到底是走去倒啊？我死啊啦！
真正去让因选去啊！我看我还是打电话给周小新，先给伊报备一下好啊。小金姐啊，歹势啦，啊，拄则着发生一挂状况，所以我甲朱雨禾对无起啊啦。啊，不过你是毋是会当请副院长哦？伊个细汉嘞，先去予追踪迄罗彩燕啊。今晚你知影我想怎要拖你回来？可恶，竟然改做阿婆来骗我！哎呦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什么我是朱一班的队友啊？我嘛不是刁狗爷啊，嘿是都叫，都叫我看到一个小朋友，伊在过马路啊，你嘛知道我的个性，我的个性足善良的。嘿小朋友佮叫你要高追，嘿路的车叫你要坐着，我当然爱甲伊斗三工啊。像一个目睭里，因两个走无去啊啦。好啦好啦好，你卖佮骂啊，我是你，我是弟，好我，喂。喂，哦，这样有够无意思诶！我毋是刁狗爷啊！哎，你，等一下，你这狐狸精后壁的料未啊？你竟然敢假做阿婆来跟踪我哦？这样够可恶诶！你这破娘少女，你这臭娘少女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一定要抓到你，好好抓到你，我给你教训一下，看你以后是不是再无头无势。我头一次叫你认同狐狸姐，因为你真正是猪一样的队友啦。你给我等起你！阿花桑，你的刀又跟着考去啊？进来。啊！你刀是我偷来的，若是给我进到草坪，我是不能有人交代啊。狐狸姐哪会派这口来跟踪我啊？真正有够垃圾的！是讲陈红啊？啊，你哪会知影伊是假的啊？啊，就拄只伊物件落过，水接起来，哪有欧巴桑的脚手这么厉害啊？哦，你真正足厉害呢！连这么小的破绽你嘛看会出来？魔鬼藏在细节里，只问这个。啊，对了，雨禾，你赶紧打电话你妈，叫伊唔通去公园。拄只好拄了我一样通知周小姐啊。今天爸的下海下手了，要找你妈麻烦啦。好好好。我来的啦，伊讲伊叫人军装，我都过来，所以请我来，甲你讲，叫你紧等。是朱火炉，伊真正是起痟啊！伊叫人派人军装雨禾，伊安尼会伫这个囡仔的心肝内造成真心的伤痕呢。你放心啦，我是认为雨禾这个囡仔已经跳。而且伊比同年纪的囡仔佫较捌代志，已经清楚伊家己咧创啥。就是因安尼，我唔再唔甘。伊伫这个年纪，应该是爱无忧无虑，我是害伊爱面对这一切。伊是才害我甲因爹地比较大汉。所以啊，就是爱坚强落去啊，爱做一个予雨禾放心的妈妈。照顾上，你人够平安。对啊，今仔真平安，甲伊的同学做伙，我会继续甲伊保持联络，关心伊的状况。多谢你。啊对啊，我的工作是顶管吼，明仔载要开始出租啊，我是咧想讲恁我囝要暂时先搬过。讲什么困难？
你若是无治疗紧啊，我当先招你啊。嗯，不是啦，我只是想讲，我要带只狗，可能会给你制造一阵麻烦。麻烦？我敢是种惊麻烦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讲，我最爱找我家己麻烦，我一天无找家己的麻烦，我感觉内疚足袂爽快，所以拜托你，麻烦你，所以好，继续给我添麻烦，我会足感激你。别找了太早，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。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啊？之前你不是叫我跟你斗三工找头路，我找到啊。你找到啊？啊是什么头路啊？不过我无什么做工课经验的，我怕我会做不好。有一间工作室啦，在应征助理啊。啊，不要紧。虽然你无经验，不过我知影已经工作室头家人真好，真健康，真阳光，够有才华呢。一间工作室叫做克里斯摄影工作室，耶。对啦，你笑就对啦。虽然吼，你海阔天空都差十来行咯。小姐，乌鸦，好吧，你的乌鸦就重要，安尼就对了。这间厝袂歹，嘛真注重住户的安全啊，够隐私，我真介意。林工，咱就有点强调啊。无问题，多谢两位，两位尊敬。你那拢唔讲话，啊你感觉安怎？啊，袂歹啊，也是讲为虾米要慢慢买厝啊？我买厝唔是要给我家己住的，是要给恁姐住的。这段时间租费路一直找伊的麻烦，我想恁姐若是无外一个所在住，就无安稳日子通过啊。那你是要替阮姐找所在住？袂是。啊，这买厝的钱哦，当作是我给你借的，我一定还啦。什么你给我借的？我的就是你的，对吧？我阁有准备一项礼物要送你，给我来。经理，这是你旧年的礼物。你即卖是大通集团的总经理，就爱有一台配合去你新婚的车，给你坐看麦。杂志的时阵，我看到你一直在看这台车的广告，看足久的。迄个时阵，我就决定要买这台车送你。可惜，原来你对我遐尼用心哦。这毋知你讲啥？啥物都唔免讲，冲就对啊。
你，带我去兜风去。以后你的人生，有甲这台车同款，有比一般的车搁较强的马力，顺搁紧，会当伫进人人生的眼光中，达成你想要去的目标。半夜不睡，你是在创啥啊？目睭唔开啦，拢唔惊讲左小静会叫人甲你处理了啊？我是惊讲你也空气，无机会当一次啊！你到底是在乌白讲啥？你是不是神经病啊？脏啊！好，兄弟，卖搞你阿代志啊！对，你倒来啊！就是你这个唔正囝，害我强抓在关禁闭。听讲你无强抓在关，我就足袂爽的啦。袂爽我，不你想要安怎？靠！你害我连饭都无人吃，你既然踮这吃好困好，安尼真好啊。为了让你无吃，你的裤裆要退一条啊，才够够吧？安怎？你若袂爽，我无针对我台啊，唔惊强关禁闭，来。你倒来，莫激动啊，莫吵伊啊，我物件要你。倒来，给我头脑帮你老完走，你醒起来。是糟糕样，等你没吃饱，再来跟你算账。你这摆是咧创啥啦？你馒头要吃安呢？你是欠拍去啦？啊，无是安怎？来啊！来。郭议员呐，哇，真正真多谢你，你给我这个面子真正有够大。哈哈哈，唔通安尼讲，唔通安尼讲，啊，无咱中昼的时做伙食饭啦吼。好，老地方见哦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来，吃早饭。我听 Stacy 讲，你透早就伫咧打电话啊，股票进行安那？是啊，阁袂歹啦。啊，不过一挂较少年的议员哦，一直咧挺李家亮，真正是，一直咧替伊讲话呢，唔捌代志啦。啊，不过无要紧啦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对付伊的。你唔免烦恼啦，人拢是现实的，是怪我大病啊。只要你甲李家亮应好到，我想哦，遐议员豆豆拢会活过来。这我看时机啦，等下机会若到啊，我绝对会出手。到时阵就算李家亮伊想要比什么棒啊，等伊贵刊所所出来的时阵，已经无机会当甲我选议长了。到时阵看什么人会徛在伊身躯边啊？是要等到当时啊？你着爱做一届，甲李家亮应付倒。你即马若阁拖落去哦，只是让伊有搁较侪的机会。第二回，永远无法度徛起。梁姐啊，我是小金，我有一个内幕消息要报予你知哦。你敢知影？李家亮出代志，光辉集团嘛受到牵连啊呢。对啊，即马甲光辉集团合作的银行，要求涉犯连带保证人
所以光辉集团用的贷款全部拢无法度通过。是真实的啊！你甲银行查证，就知影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唔免跟我客气啦，你较早嘛才尔照顾我。好，就安尼哈，拜拜。哈哈哈！好，你这招真正是有够凶。我看李家亮这届啊，真正稳死的啊。所以嘞，就看光辉集团安怎处理这件代志啊。我得靠你，阁会当利用这届的机会，低价买进光辉集团所有的股票。到时阵，你就真正变作是光辉集团的主人啊！还是讲，这个代志，你早都已经安算好势啊。那不是我巧啦，是迄个李家亮自作聪明，竟然找去陈俊南遐，那安尼我就顺势，把所有代志收于心上。这届，我要让伊永远拢无法度去站起来。学长，你的电脑借我一下。好啊，你用啊，弟啊。哎呀，还是要创啥呀？利用网络打给李家亮啊。这个已经好像掠去看守所啊，当然要比伊甲伊完死掉。所以哦，你连算都唔免算，就会当直接得起你一定的大位啊。小金甲彩燕真正是完全无同款的查某人。卡苏那是有倒一天，我那是惹着小金受气啊，伊敢嘛安尼对付我？只要甲爸拖咧，幸福留伫卡苏所，一个月内，我应该会用甲公会的资金拢转出去。佳明，哎，大嫂。啊！你出院啊？咱不是病好怎样啊？啊！我无代志啦，过来替你甲公司顾会较重要啊。爸、阿姨啊，搁有家人，即摆拢无伫个，公司的代志家你一人咧处理，安尼伤辛苦啊。我拄则去病院看大嫂的时阵，伊就坚持要出院，甲伊斗相共。我想要动嘛，无法度。啊！不过大嫂，我看到你安尼，真正唔甘的，就烦恼你的身体呢。一家人都是爱做伙承担呐。佳敏，你看有啥物代志做你吩咐我甲宝儿来做，咱大家做伙度过这个难关。总经理，公司门口咧就一个人咧，有记者，然后自称哦是光辉股东的民众啊，伊来抗议公司的股票跌跌啦，听讲问讲佳亮董事长去了去关对公司营运不利的代志啦，林公公。不公，他讲啥？你紧讲啊！应该加量董事长辞去议员，他当属定的职务，讲因无资格这些无聊。是谁讲？麦超英。麦阳林，代志是无处理的，愈闹愈大。唔那股东未信任咱，就连社会大众嘛会感觉讲，是安怎咱拢不出面说明，会认为是加量真正有问题。我袂当阁和加量受这种侮辱啊！那恁大嫂，咱是要安怎做啊？直接面对，我要出来跟你讲个清楚。李嘉明总经理，恁爸爸、恁妈妈、恁大兄拢出代志啊，严重影响着光辉集团的声誉。听讲连金融团都无爱支持恁光辉集团啊，这项代志到底是毋是真的？李总经理，这间无银行支持去啊，等于是无罪。像阮光辉集团无银行支持啊，你讲的啊？不唔对，银行确实有靠后军啊，也唔过我嘛对银行有做过说明啊，各项方面嘛达成一定的共识啊。李夫人，李议员涉嫌杀人收押，我们准备快去罢免李议员。你感觉伊是唔是家己主动辞掉伊的职务？安尼对社会大众告一个交代。才是骗我合拍，我没主动辞职，因为换路的是阮姐情况。家亮，家亮，爸，你家亮。
你是哪位？接好来。唔免，家人爱面对，我来替伊面对。你这个超工，要杀掉我红衫的人，我绝对袂让恁担心莫变。李家亮一定会平安回来，然后一个一个把恁抓出来。我伫咧这宣布，我阿母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一定会做伙面对。我绝对袂让步。喂，小林啊，你敢好好食饭，千万唔通未枵就歹食饭，爱好好照顾身体，知影无？我等下就会过去看你啊，哈。好啦，无你先去无闲啦。好好一个家，哪会变到安尼？外口形形色色诱惑，花萝卜都拒绝，素贞嘛同款，是真个情骨力拢无爱滴啊！搁要逼巧玲堕胎，这个查甫人到底是安怎？是哪为着家己，会变到这尔自私、甲残忍？姐，我来啊。你我出来有甚代志？卡孙男是要甲巧玲分手嘞，那咱无甚物话通讲啊。阿姐，我是想要问你啦，最近过了有好无？朱厚如敢有找你麻烦？那是我的代志，我家己会想办法对付。我知影你唔惊朱厚如啦，也唔过你嘛应该和雨禾一个较安全的环境吧。阿姊，这间厝是我要让你跟雨禾住的，而且住户安全，然后跟隐私保全拢真注意，住户如无法度入来，嘛无可能去伤害到你啊。你是倒位来钱买厝，还是欧美姊买下你的？不是啦，我交朋友借的，你卖想遐多，先住入去再搁讲嘛。罗守正，你真正真有志气的呢！你今麦也开始收查某人的钱啊，收查某人的大礼啊！我大家辛辛苦苦给你栽培，结果栽培出来是一个吃软饭的。早知你这样有才情，哪里巧玲何必在浪费伊的青春？你一只好欧美之气，敢有需要读个医学院？阿姊，你哪会讲这种话啦？我嘛想要好好做医生啊！啊！不过，迄个院长比我也无法度伫个医界徛起，我起码想要行另外一条路嘛，袂用吗？你莫甲我讲遮，讲来讲去都是你的理由。你即摆叫我欧美支持啊，已经跟我无任何的关系啊。阿姊啊，我人生上大的愿望，就是照顾咱家的人，和你甲雨禾一个安稳的日子。你会当娶我？也不过你袂当无靠雨禾啊！啊，朱火如靠说伊有钱有势，安尼欺负恁母仔囝，敢讲你要让雨禾看到恁同我冤家哦？听我的啦，先给雨禾一个较好的环境，其他的代志啊，以后再搁讲好无？无好，可是我若带你去欧美姊妹下第一间厝，我是要来跟雨禾讲，讲人袂当用身躯甲感情去做交换，可是我若带去。唔着顶我认同你的做法，嘛和雨禾一个歹模样通看。我已经有大个所在啊，我免你烦恼。我今日来，只是想要问你一句话：你到底有要等巧玲的身躯边？好，我知影。既然安尼，咱嘛无啥物话通讲。阿姊啊。我无可能等去巧玲的身躯边啊啦，也不过烦恼伊会想袂开，安尼对伊巴肚内面的囡仔无影响啊。我真正感觉就意外呢，你还阁会烦恼巧玲会想袂开哦？你对伊这么残忍，唔是应该必死？姐，我已经决定要跟欧美去做伙啊。你若真正想要保护乔玲，
就卖给伊希望了。安尼拖落去真痛苦呢。若是让伊拖到连囡仔拢生出来啊，小林敢有法度让这个囡仔一个完整的家庭啊？这种道理你唔知影吗？我当面甲讲，阿姊，我就知影，刚才你讲的话，淑珍会听。巧玲，本来阿姊廖春公，你完全是因为爱这个囡仔。这是要给他生下来，要不过卡叔公，你若是因为这个囡仔要搬回所镇，那要对这个囡仔来讲，是过无公平啊。啊，不过这个囡仔本来就是我卡所镇的啊，我尽我的力量，想要让囡仔有爸爸妈妈，这嘛是爱囡仔一种方式啊，敢不是？所镇这卖根本无资格做人的爸爸。有这种爸爸在身躯边，对囡仔拢是一个好影响。伊对伊这样无情无义，我不会对伊这样付出。查理，阿姊是会感觉对不起你。阿姊，淑珍会回来，我相信伊已经悔改啊。不管伊想我活动，我拢会原谅伊的。你莫阁讲咱是啥物情人啊，好不？咱连啥物拢唔是啊，嘛无关系啊！你把囡仔留落来，对伊无公平啦！你搞掂去，你无资格讲这种话。查理，就亲像我对朱慧龙死心同款，查甫人若是变心，你搁勉强伊蹲在你的身躯边，嘛是无意义啊！就亲像我之前讲的同款，我会一直支持你。背叛在你的身躯边，咱不要对守贞有任何的不满啊！好不？你是来苛刻我跟守贞分手的？我会安尼做，迄拢是因为你，不是因为守贞。我真正苛刻守贞，迄是因为我无希望守贞失去这么好的太太。也不过我即摆想通啊。伊无资格甲你做伙，你著害放牛食草，莫阁怪伊啊！你巴肚内底个囡仔，我支持你生落来。伫一个相逢的暗暝，也是有相看虚名。热恋的滋味，付出的情热恋的滋味，付出的情。